这是自己做的，这叫开口笑嘛。咱们分享一下吧，除夕和春节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啊，是万家团圆、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。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大家都能欢欢喜喜过好年。大国之大，也有大国之重。千头万绪的事，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。我调研了一些地方，看了听了不少情况，很有启发和收获。每到群众家中，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，父老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。共产党的追求啊，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啊越来越好。相信啊！